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岛屿少年的思俊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岛屿少年丁真珍珠，也是音乐会的总导演丁真。今天呢，做的是音乐会观众上岛之后的导览视频，现在呢是导览册的 1.0 版本。我今天会和我们的丁真一起带着大家游览这美丽的鱼山岛，大家可以继续往下看哟。我和丁真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家登岛后的第一站码头，也就是我们的起点。你刚刚说的导览册去哪哪？哦，我们的导览册就在那边。叮叮叮，这就是我们领取导览册的地方，在我们的码头咖啡店。哇，这么用心呀、啊、你！是吧？还可以直接买个咖啡带着导览册走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马祖村，这也是全岛上面超市和餐厅数量最多的村子。我现在身后呢，就是五一的时候，我和在在、浩特摆摊的位置，真的是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那一天：乘风破浪。至于具体为什么呢，大家可以去看节目就知道了。你们第二天呢？我们第二天为了避免五一当天的情况发生，我们就转到了这里身后的游客中心。哇，就在这儿是吧？对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走吧。走。我们的游客中心呢，不管是大家想去往别的村子，还是说去我们的特别著名的景区天湖，都要在这里买票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五月二号摆摊的室内位置了。然后在它旁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游客中心卖票的地方。我们的首班车时间是7:20，然后末班车时间是5点，一定要记好这个时间哦，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。大家来到岛上之后，就除了看音乐会之外，还可以探索岛上的更多的地方。是的，那具体的其他班车时间呢，在我们导览册的背面也有提示。这面墙呢，就是由小马、龟龟还有我们的丁真一起创作出来的笑脸鱼。那请我们的丁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可以啊，这是我们的笑脸鱼，因为说它的形状是一个鱼，但是我们的每个人的手掌也有狗、猫的手掌，然后就我们每个都画了一个笑脸，还有这个岛民，还有游客或者手印，还有有些人会在这写了自己的心愿呀、名字呀什么的。这是我们的笑脸鱼，也是可以说窝鱼，因为我们这个团队起了一个名字，窝鱼小分队。那在这个墙绘的对面呢，是一个咖啡屋，咖啡屋上面也有一个小惊喜给到大家，那就是我们小马和龟龟画的12，不是13哦，更不是14哦。好，那我们来进来吧。银圈来了，活喽！小而温暖的一个咖啡屋。哎，你记得之前谁在这里打过工吗？金哥和龙哥。对，他们在这里做过咖啡。然后这前面呢这一块都是咖啡制作区域。然后往这边一看呢，是有一些当地文创的东西，像这个就是五一摆摊我们卖过的阿嬷，很可爱。以及我们现在其实少年也有一个自己的 IP， 就是扁扁。对，我们的扁扁啊，它是一个黄鱼，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个鱼。音乐会呢也能买到我们的扁扁周边，有这个，还有这，对，都可以买得到哦。马祖广场，这就是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美食的地方。那比如说像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鱼上岛特色披萨紫菜饼。那丁真，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呢？我喜欢吃排骨面哦。那个真的也很好吃，对，巨好吃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要走了，哥。啊，怎么了，丁导？我的丁导，你要去干嘛？因为我要去忙一些音乐会的事。因为我们音乐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定好了。地点是我们的月亮湾。然后时间是7月8号的下午5点到6点半，欢迎大家来看鱼山岛的音乐会。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那确实现在时间有点赶了，距离7月8号真的很近哦。不过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，在音乐会期间呢，我们还是正常录制的，所以不能摄影摄像，但是大家可以在正片中找到自己。好的哥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要说。好的，去忙。海岛出行提示：香水 no， 驱蚊水 yes， 高跟鞋 no， 防滑鞋 yes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，如果你不想玩一天之后换一个新皮肤的话，防晒一定要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鱼鸟村，这个村子在鱼山岛很特别，因为它是三面临海的，所以它是同时拥有日出和日落的村子，也是唯一一个拥有这样特色的村子。
夏天走在这个村子里，上面有树，远处有海，地上有鹰，微风吹过，你真的感觉是漫画里的夏天照进现实。往这边过来一点 ，OK。挺凶，往这边过来一点，很好。哎，俊逸来了，来看你拍照了，别忘了你的正事。哦，对了，还要给大家介绍月亮湾，就是我身后的这片海滩。妈妈，我想吃饭鸡。来，那它之所以叫月亮湾，就是因为如图所示。对，它的形状像月牙。虽然这里啊沙滩面积不是很大，但是大家可以干嘛？听海浪的声音，吹海风，然后看海景。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月亮湾感受一下。下站就是我们的天湖。这就是我们岛在海中间，湖在岛之巅的大小天湖。大家首先在天湖会看到一个标志性的茶园，这块就是大天湖了，以及大天湖被一片海上的茶园所包裹着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试一下，海上种出来的茶和陆地上种出来的茶味道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？下一站就是上面的小天湖了，我们快速给大家闪过去。哎，等一下，闪之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从大天湖到小天湖要步行大概25分钟，提前做好准备。 OK， 我们闪。哇哦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小天湖，一个自带美颜的地方，这个风景就跟 P 过的一样。这里不光自带美颜，还自带托尼老师，1分钟10个造型。这里的海拔虽然只有400多米，但是你们看一下，云都没有山飞得高，触手可及的云。同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草，也不要小瞧这边的草啊，它可是一般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，但是在这里却是一个美丽的湖、山和远处的海。那么我们现在跟着这个云往前走吧。哦，景色虽好看，但脚下也很重要。哎，丁真可以啊，看来音乐会准备不错呀，没见一会儿连套衣服都换了。必须的呀。那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一起来拍个结尾吧。来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鱼山岛。7月8号海岛音乐会，我们不见不散。而且再提醒一下大家哦，记得领取我们的导览手册。温馨提示，炎炎夏日，大家记得做好防晒哦，游玩时要注意安全。我们音乐会相见，拜拜。全员美黑。李俊豪，啊，这么久，人家的好朋友都来那么久了，你知道我在等什么吗？等什么？Hello。你就只带了两个吗？还有别的，我能买的我都买。先跳舞老师，我跟你说，老师很贵的。真的吗？对，老师很贵的。我可以当你老师啊。没办法，那就行什么的。走了，上岛了。上哪？上去。走了。你好黑啊，你现在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黑爆了。你真的白的有点夸张。你怎么黑成这样了？来这里当真正的死汉了。在的朋友好白哦。谁啊？在的朋友。俊豪。他很白。其实之前我们也是，就是没有很好。你看我黑的特别快，还要加油，要加美黑油。两个月之后就你更黑，下头的时候就你更黑。过来。哇，你好黑呀！你怎么黑成这样了？你好过分啊！颜色更显黑了。我黑了很多。是黑了吧？我黑了很多，但挺好，很自然。而且你瘦了，瘦了，是不是？瘦了。模拟主持现在开始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来演一遍。哇，谢谢司仪，谢谢应君，谢谢俊俊的精彩表演。我们在台下真的跟着跳起来了。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刀鱼少年张俊。大家好，我是刀鱼少年刘应君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董思怡。思怡当时有犹豫吗？因为毕竟就是北京到鱼山岛的路程是真的不短呢。我开始以为是浙江，结果答应我一看地图啊，那么远，然后每天都在后悔。
但是来了之后看到这里风景这么好，就是还是很开心可以来玉山岛做客的。哎，好的，感谢玉君啊、四爷还有俊女啊。然后我们来送礼物吧。然后我们两个又非常有悬念的去说这件事情，就比如说，啊，哎呦，那是，所有的号码都在这个箱子里。你们手上的每一个号码都在这个箱子里。对，你们手上的每一个号码，你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我。那可不敢乱说啊！你就打断我吧。哎，不可乱说啊！你们的命，哎，别乱说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呀，那第一个号码，对，就是要这种感觉，他先压下去，然后马上飞起来。好吧，那么。第一个号码到底是谁呢？然后把手慢慢的伸向箱子，这么细节，这个写去。丁然，待会给你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演出的顺序和那个就是主题曲、顺序，这有个大框架表。马哥，我可以来留一张签名吗？马哥，你给我一张吗？你们不要，明明不想要，然后回去让我发现你们在垫什么桌垫或者垫什么茶杯什么的。我诚惶诚恐。我是爱马仕。好吧，挨个来。给大家小雨哥，向我们第一个节目欢呼吧。没问题。雷打不动的少年们，好听。少了点，就他，我们想表达他头晕了，很迷糊的状态。我试一下，没事啦，打雷很正常啦。我已经听到司机问，司机没了，难过了。马哥，刚还好吗？强行关机了吗？没有吧？全部熄灯啊？我知道，楼上也是，就整个大本营都没电，应该。突然下暴雨。